上一期讲到了 Ryan 把他爸爸的80的轮胎开飞了，但实际上却是他爸把他给坑了。有兴趣小伙伴记得去翻看上一集。OK，goo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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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大家早上出来越一越，坤哥的 bumper 又掉了。真的经常有人看完我们的 vlog 然后问我说，你们怎么一天到晚在卡车，就是在花样卡车。我说那我们干脆以后就专门做就是你1000种卡在沙漠里的方法算。and 1000种自救的办法。有些时候你故意卡都不一定能卡这么好。对，1000种自救，1000种卡法。然后坤哥就真的成为男主角了，男一号，就已经适应了沙漠里面的玩法。Right, Gatsby。嗯。毛驴。叫大伟姐不要踩刹车，踩油门。打直方向，踩油门。一个山丘上面了。哦，他前后被抬起来了。对，他屁股顶在那个沙丘上了。这找地方让我过呗。就是那个摩托车在的地方下面一点是吧？ OK， 前面车一停，我这车停在这位置，我怎么动都动不了。这太重了。哎，你看我又要去拖他了。这个哥们的车牌。你看这辆皮卡牌都给玩掉了。在沙漠里玩呢，马力不够不要紧，车身自重轻才是王道。看坤哥这辆98年的超霸，虽然马力不够，但是自重轻，轴距短，开起来灵活。面对这样的一个沙坡，他一脚油是上不来的。但你看他的处理手法是多高明，先冲到右边的沙坡上，利用重力加速，再冲到左边的沙坡的高点。只要有速度，哪怕马力不够，也能顺利的来到我面前。现在到这辆巨无霸美式皮卡，因为它车身重量大，两轮之间的轴距长，并且是没有改装过的素车，哪怕它有一副 V8.6.4 的心脏，拥有410匹的强大马力和429牛米的强大扭矩，但是没有一套足够硬的悬挂的支持，它要上了这个坡啊，也是不容易的。还好车手的技术不错，一感觉到失速，马上挑个头往下，再刷一圈鸡窝。加大速度，准备一鼓作气冲上来。可是不幸的事情就要发生了。差一点点，刚才。他再来一句。哇，他的胎炸了。脱圈了，脱圈了。脱圈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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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脱圈了。他要没了啊！再开。哎呀，浪了一下，脱圈了，车太重了。只听到嘟嘟嘟嘟嘟嘟的声音。你放多少气啊？20多吧。20多。哦，这。哇哦。哇嘿，就现在越来越配这台 TRD 了啊。哦。他居然自己找到路回来了吗？Soga 坤哥刚才说啥来着？哇嘿，就现在越来越坤哥走了吗？害怕了，牛逼。我们刚才都在感叹你突然居然这么猛开始开，我这变了，这居然然后尴尬了。原来刚才是你在开车。哦，是啊。都以为是这样的，对，我们都以为这风啊，就是它变了。然后我是想过去那边看看什么情况而已。
哎呀！在表演轮胎修复的过程，才说过沙漠换胎是一件迫不得已才会干的事情。结果今天就被我们遇上了。这个人，就是这个人。上面重量，对，你抬不下来，你开玩笑。哇！好，打得黑了，坤哥，发电，打得黑了，打得黑了，发电。把自己车的轮胎开脱圈了，还把气嘴给碾坏了，胎是无法修复的，只能换。还好啊，他也算是一个有经验的人，把车停在了一个相对容易换胎的沙坡上。这次出门呢，算是遇上了最多小意外的一次了。八零断了条半轴，超霸的屁股掉一条塑料，LX 的保险杠壳变形了，坤哥的 GX 卷掉了挡泥板。哎，其实这些都是小 case 了，什么爆发动机、爆传动轴、爆差速器、爆水管也不是没有见过。极致快乐的背后啊，总是有时间、精力和金钱的对等付出的。Hi, how are you? 有情调是吧？有，超有情，没毛病。所以啊，一年当中有很多很多小伙伴说要跟我去玩，像 Pismo 395这些休闲娱乐露营为主的，我当然会和大家 hang out 一下啦。但像穿越啊、 Moab 啊，或者是 Glamis 这些地方，哪怕有些是很熟的朋友啊，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聊聊天、吃吃饭，该干嘛干嘛，关系好得很啊，但基本上我都会婉拒的。理由很简单，以这个沙漠为例啊，我能带你到地方，但是你能不能自己进去，那你不敢进去，我也不能把你撂在外面。你说你想上我的车啊，我也肯定没有理由拒绝嘛。但是要是发生了什么意外，我的小心脏可是承受不了那种压力，所以我也不想带任何人去体验刺激。认真户外必须严肃，大自然是不会体谅任何人的没准备好。有没有能去跑的车，有没有相对应的户外器材，有没有驾驶技术，有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，造成意外之后的后果有没有能力支付，这些因素缺一不可。只要出去了就是一个团队，即使水平上不需要旗鼓相当，但实力一定不能相差太远。你能滑下去，我都说你用这个套这个头滚着下去，你的脸就不会有沙。你把你的腿那些都套在那个袋子里面。我一定下去，但是我怎么上来啊？上来就是另话了哈。记得整个人躲在里面哦，这袋子小了。啊，我要掉下去了。下。那我给个脚，你撑。OK。把屁股也栽到里面去。给他一脚。不去了。杰米，给他一脚，踹。踹。打横。那大垃圾袋呢？我相信啊，热爱户外并且已经脱离了盆栽组，已经往深处进发的小伙伴们都能理解我在说什么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大自然给予了我们这么多美妙的地方让我们去感受，让我们去探索，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多分享。明年要不要试试在现实中带大家入门呢？这辆雷神好像掉了东西。那没好啊，婷姐的车在肢解中，我来那跑。
吧。